兄弟们，最近我刷到一个老五钱，这个老五钱捡那个铁钉，捡那个铁，捡那个锁链，无费吹灰之力，很轻松的就可以咔嚓。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我最牛逼。看完视频，我觉得他好假，要感觉他好牛逼啊，所以我决定，东西已经买回来了，莅临老五钱。什么感觉？像绿林好汉的武器。他送了一个电笔啊，这个是一个电笔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啊，莅临老五钱，很厉害的那把。为了试验他有没有传说中的这么厉害，今天我准备了三样，要你命三千。两个铁钉哦，一个比较小，一个比较大。然后这个是狗链哦，狗链子。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小铁钉开始下手啊，视频里面它这个很容易的就可以剪断了啊，我们试一下，欢迎来，用力哦，我用力，这个戒指是可以直接剪断这个小铁钉哦，但是剪这个小铁钉我已经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剪断了，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大的，我感觉这个大的我剪不断哦，力气可能没有这么大。我操！哦，别这样，别这样我。哎，兄弟们，剪这个大的太费力了，并没有剪断哦。大家看一下，有一个小印哦，有一个小印，但是呢，并没有剪断哦。我家的狗链太小了啊、哦，这个铁钉比这个狗链还要大。我剪一下我家的狗链哦。用力啊，也没有断哦、这个上面有一个深深的印痕，但是并没有剪断哦。兄弟们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小的铁钉可以直接剪断，但是要费很大的力气，但是这个大的铁钉的话，它也有一个比较浅的印，这个狗链的话，这个用力的话，这个印也比较深，但是并不能直接剪断哦。我不知道商家手里面的那把为什么直接可以把这个铁钉啊，比较大的铁钉狗链啊都可以剪得断，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，你永远别想买到商家手里面的那把。他并没有视频里面所说的这么厉害哦。应该比普通的老五钱强那么一些吧，也可能是我力气不够大哦。但是我真的已经很用力了，叠这几个是感觉丢脸哦。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们像我一样刷到一个比较好的视频啊，然后视频里面表达的这个物品啊很厉害，但是买下来才发现这个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厉害，感觉还是有点失落哦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。I wanna shoot, baby. Shoot. Ooh, how you doing, baby?